台北淡江大厦甲中华商馆协会，是连续四年哦来帮助田中家护中心。最近哦，佫捐出了现金10万块，甲一台卡车的生活物资。不过，敢若是要运送这物件哦，爱为台北送到田中，就需要开不少运费哦。好加在有这热心的货运业者来协助，免费运送爱心物资。这台大货车是载了满满一车的物件。这物件就是台北淡江大厦，一个中华商馆协会所募集的物件，要来捐赠给田中家护中心，分送给需要的受雇族家庭。另外，淡江大厦校友会一个捐赠了10万块的现金，同款是要用来照顾家护囡仔。但是，这爱心物资加现金，都是透过热心的货运业者小叶中专车送到位。各界爱心，只有家护中心的人员拢感觉足感心的。今年度呢，我们淡江大学的中华商馆协会以及淡江大学的商馆学会在北区的举办了联合义卖的活动。那今天呢，他们也在淡江大学举办了一场捐赠的仪式。那除了捐赠给彰化家扶中心捐款之外呢，也把这一次义卖所剩下的一个物资全数的分送给几个单位。那我们彰化家扶中心呢，也是其中一个受赠单位之一。那我们今天呢，真的很开心哈，有我们田中的佑生货运公司的萧龙市长的支持，然后他派了回头车的司机到我们北部的一个淡江大学去载运物资。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南路社区发展协会的社区妈妈们，他们也拨空过来前来帮忙搬运一头拉苦的物资哈。一大卡车的物资，说实在的，人力需要很多，非常感谢他们的一气相挺。在此感谢大家。另外再呼吁，希望大家有爱心的人士及企业，大家来共同发挥，把我们的爱心做得更圆满。谢谢。家护委员张坤雄真感谢各界爱心，促成这项爱心的捐赠。佫谢谢淡江大厦校友会爱心物资，透过淡江大厦学生来赠货上车，佫再由着货运业者义务来收送。将爱心物资送到受捐赠的田中家护中心，物件再转来到田中店，一个南路社会志工来到三工乐会，一旦可是集合了众人的爱心，真正是人人有爱心，处处有温暖。就像陈汉元田中报道。